2025年5月中，苗圃苗内的业绩预告会高明性破五年后，苗内高明性破五年的订单补差一百人，五个估计提前被补差了，怎么样？业绩预告会高明性破五年后，龙岩山上的密码仪订单后，每辆十天内嘛，第一大订单批苗圃苗，阿特个叫，十月开嘛嘛，披露开了批八嘞。说今年过年的这个业绩怎么样？预告会高明性。 会外地的嘛，到我们摊上来，去家里，到我们摊上下面，不过面对，如果过三亚，过不得礼物的面，龙岩南庙面呢，每种家家面过，必须拿来比，什么价位有啊比，龙岩白玉，这段时间白白奶奶，上月奶奶，如果过过不得礼物，不能家家比，过年面大是吧？是吧？ 如果我想要过来牛的，龙岩南庙面的，他奶奶面必须比这多嘞。这些年的这家家必须拿来啊，明年准备家务，对吧？弟弟两个牛奶那个，下个月就要二十多人啊，二十个，最高会高明些，我给他专业牛奶，破位，叔叔帮，那样伢子做过，订单比个比。 梅拉十多元的嘛，一面带的嘛，欧数十个欧数呢，梅拉十里元的嘛，修建带的嘛，欧数三个欧数个，最高会高么些？我给他专业木呢，破文的个，订单不差多嘛，批发嘞。那超市啊嘛，我那面大路，原来面大，第二个月，哦，对了，原来面大，我那面大路是，如果可以，先把米买出来，今朝如果太偏了。 今朝路比都不一转，要么咱过路子也批发的，那要么路，今朝路都要搬家的，也过低一个，我说光纤，过外面的，低都落一步子，越搞越近嘛。第二个大说的，越来说的，过里面大啊，比如说现在买苹果呀，从外边。弟弟呢？这要了，这个牛肉的呢，牛肉的少对，偏为别个的路。 最高会全部比较安民事业对，高明性的业，单位呢，老板员的，新人表达的，这些拿来之后，牛奶最高会高明些，破坏破坏问题个，啊，弟弟新人表达开发的，只能各个计划怎么样？